家好，这一集来学这一款螺纹边钩织。这个反面没有花线，效果比较薄，但是没有弹力。这个豆豆喜欢可以勾，不喜欢可以不用勾。如果你喜欢排豆豆的话，起针数是6的倍数，仅一针。适用于帽子边、毛衣、袖扣、下摆。这个是原来的钩织，像这种是有弹力的，里外都有花型，比较厚实。这个起针数是35针，这里我起23针。23，再勾一针，返回。23针，开始勾短针。如果不喜欢豆豆，随便起几针都可以。第一排完成后，勾一个，起立针。转过来，挑起紧挨的辫子，这是反面的第一针。新手可以在这一个辫子上卡上记号扣。第二排还是勾短针，挑起这两个线头，绕线勾出。反面完成，一个起立针，转过来，还是在这里勾第一针，第二针，勾好两针后，在第三针来看，第二针对下来旁边的这一针，直接挑起这根线，勾一针，外勾长针。那注意看，这里勾了外勾长针以后是第三针。我们拉着线的这一根，这一针旁边的这一针就是这一针外勾长针，这一针是不勾的，实际它是勾在了这里。那我们是勾这一针，接着勾短针，接着是一针短针，一针外勾长针。如果你实在记不清，下一针短针在这里。短针完成后，对下来，这里这一针隔一针，再下一针勾一针，外勾长针，再勾一针短针。接着又是外勾长针，短针。这一排都这样重复。最后一针完成后，这里还剩两针短针。接着反面钩织时要数一下是不是33针，反面钩短针，回到正面，同样还是两针短针，这里就简单一些了，绕线直接挑起上一侧这根线的中间，勾外勾长针，然后背面同样一定要记住，这里套着线头的这一针，空掉一针，这一针就是要勾的短针了，这样就不会错了。
绕线再勾外勾长针，把这一排勾完，反面再勾一排短针。如果你不勾豆豆，一直都是这样重复。勾豆豆从第三排开始勾第一组，开始勾豆豆，先勾两短针，在第一个外勾长针这里绕线挑起，一次勾掉两个线头，一共是五针。这是第三针、第四针、第五针，钩针上一共有六个线头，依次勾出这些线头。勾好后转过来，同样我们是把这针空掉，这针空掉，在这针继续勾短针，接着勾外勾长针，这里是隔两个外勾长针，再勾一个豆豆，勾了两个外勾长针，在这一针又可以勾一个豆豆，就是这样一直重复。回到正面两短针，外勾长针挑起这个豆豆上面的这条线，继续钩织。同样是重复两排外勾长针，再勾一组豆豆。第二组的豆豆，如果你不喜欢这样一直排列，可以岔开来排列，勾两针再勾一个。这个花样就是这样钩织完成。